Hello， 香港嘅夜景系咪好靓呢？啊，如果平时我有时间咧，我都会嚟海边行下，放松下心情，睇下啲灯啊，啲海啊，咩唔开心都唔记得晒啦。系啦，本来就冇咩唔开心嘅，一谂起同你哋一起去西九行一下，哇，成班朋友一起晒下太阳啊！傾下偈啊，跟住影翻幾張相啊，真係開心！多謝你哋支持我。咁嚟緊呢個星期咧，我都會有兩次直播。咁直播嘅時間、日期同埋頻道都會喺呢一條片嘅下面公布，係啦。啊，多謝你哋支持啊！我哋到時直播再傾過、再唱過、再玩過咧。大家好，香港的夜景是不是很漂亮？这里是香港的夜景，也是我最爱的一部分。对啊，有时间就可以来这里的海边走一走，放松一下心情。那么也感谢你们支持我前几天在这个西九的，跟你去西九走一走，我们呼吸了新鲜空气，然后还在海边一起聊天，一起拍照，然后还回忆起了许多当年在那里唱歌的往事啊，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我们，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认识我，都希望是一个很好的过程，很好的一件事。那么这一周呢，我们也会有直播的时间啊，两次直播，具体的时间会在这一条视频的下边公布日期啊、频道啊，还有时间。对，希望你们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支持我，我们在一起开心聊天唱歌，谢谢。